为慈善出力，为健康打气。我哋诚意邀请各位观众嚟参加喺6月26号举行嘅 Scotia Bank 加拿大枫叶银行半马拉松以及5公里长跑活动。为40多个本地慈善团体筹款，为大家的健康打气。这些团体包括 Tempestry 基金、Fragile X 以及彼得医生艾滋病人善终护理服务等等。具体慈善团体名单，请浏览 VancouverHalf.com。五公里跑围绕风景优美的 Lost Lagoon 以及英吉利湾，半马拉松则由 UBC 跑往史丹利公园。为善聚乐，福有由归。要报名的观众请浏览 VancouverHalf.com。